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真欢喜哦！啊，一摆会当阁直接和大家做伙来探讨咱台湾的问题吼。那么首先，我先爱甲大家报告，咱民政府开始一路到目前改变做台湾政府这个过程吼，啊，互大家做一个了解一下吼。首先就是2005年，咱秘书长林志兴博士啊，甲何瑞言伫纽约 Times， 咱有登一个公告。讲 What are you doing, America？ 你美国咧做啥物工课？咧创啥物货？安尼就对啦吼。啊，这篇报道出来了，哦，美国迄边就开始反应真强啦吼。那么咱2006年就开始进入，佮提出告诉，2006年的告诉。啊，这告诉为第一番呢，就是 Columbia District Court 开始过去吼。所以简单，咱就当想为什么？台湾人会当当美国告美国总统，告美国国务院，这真恐怖啊！真严肃的代志呢。干那简单这个问题，就值得咱好好思考。咱若和美国无关系，咱凭什么要讲告？凭什么要讲提出告诉？就干那这项啊，这嘛是400多年来台湾人的第一摆，第一摆吼。以前都不曾发生这样过，那么告诉为第一法院Columbia District Court了来高等法院，来最高法院2006一直到2009年，过得焦焦啊。咱在网络顶头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咱这每一个案号，一个告诉的案号都顶头写得很清楚、哦、啊，内容也可以在原文第三册，现在内面这大家有一个第三册，那都用文写的，就是告诉的过程的原文，拢伫遐清清楚楚，咱唔免保留啥，也唔免暗藏啥，清清楚楚伫台啊，要互大家了解台湾的真相，伫遐内面讲甲足清楚，吼、哦，一字都无欠。吼、哦，那么这个过程中，到甲然后，咱2009年告诉了美国开始甲咱协助，协助啥物？为2010年开始，互咱去挂牌。就是台湾民政府开始正式挂牌，在华盛顿 DC 遐挂牌，挂牌了办公室，咱顺便设落。大家想讲啊，租一个办公室也无虾米货啦，无你去租看卖下去。吼、哦，啊，过来，咱租的所在是美国在华盛顿 DC 大使馆区啦，遐毋是凊彩阿哥阿妈会当凊彩入去迄台遐租迄个所在，甚至咱阁挂牌写是写台湾民政府，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楚。你若普通的航空公司可能较无啥物问题，但是咱挂是政府哦，足清楚。伫2010年，咱就开始挂牌。2010年，咱阁伫世纪饭店办一个酒会，办一个酒会。啊，这个酒会，美国的政界百几个人，包括一寡只有影响力的政治世家，拢有来。哦，组织单位嘛，拢有来。那么，咱家己本身，包括台湾只过，啊，甲伫当地一寡乡亲，安尼加加起，都拢总180几名，180个人，对2010年9月7日。哦，那么讲迄当，讲迄当的十月。中华民国流亡的，因嘛伫迄个港迄个世纪饭店哦，因有办较几个，50-60个去呢。咱100几个呢，美国迄边的人100几个来，吼、哦、啊，包括咱各地的乡亲，安尼加加起180几个来，真丰富，啊嘛真清楚。吼、哦、啊，到然后咱就伫即个台湾遮后用一个公民权利法案，这拢正式送美国的啦。吼、哦，正式送美国，咱毋是。讲安尼，现在家己做的准煞，咱一步一步拢照国际法咧写，国际法咧主张的方式，安尼一项一项来做，啊无欠，啊无加，都照安尼来做。那么到最近，伫这个咱2013年的3月中旬，最近正正呢，整个月，咱搁再把这个名正式用起来变台湾政府，来得要较清楚啊。所以我在这条街，我那要让大家知影，台湾政府当单单台湾政府正式向国际宣布了，后壁的部署会愈来愈清楚，愈来愈明显。
这就是咱的步一步一步，安尼一坎一坎一直行起来。啊，这过程中，有的人可能对这个台湾政府跟台湾民众无啥了解，啊，这陆陆续续，恁可能会含微信内面学习到这原因、这数、这过程安尼吼。那么台湾政府，咱是有哪根据这战争法演出出来的高加热闹？这个台湾政府、台湾government、台湾政府吼。台湾政府既然有出来啊，后边美国必须要有开始的配合，含咱的联系，含咱的各方面。那么咱伫旧诶今年年初，咱内面一个林德兴先生，啊，就互咱伫内面的声音人员有派过伫华盛顿 D.C. 遐，啊，即个华盛顿 D.C. 即个办事处，咱是从2010年就一直设伫遐。啊，逐个拢爱交租金呢。啊，因为我本身洛杉矶的西岸这边，啊，所以东岸那边吼，大家想讲啊，东岸西岸可能近近啊尔，飞机坐五点外钟久，无远啦，啊，五点外钟久飞机哦，啊，无停的哦吼，安尼五点外，比台湾飞去日本，啊，日本佫飞得倒来，佫较远啊呢，哦，啊，相当遥远啦吼，啊，因为我本身拢住在洛杉矶较地啦，啊，所以。到甲然后，即个咱德兴兄过遐了，来得如何的进展？因为伫遐就近嘛，所以2013年今年的年初，德兴兄去到迄个所在，开始就含国会迄方面有开始咧联系。国会迄方面有一个主席，就是即个做安全单位的主席，叫做 Edward Roy。啊，迄个我那洛杉矶这边选出来，因为是国会内面选的嘛吼。那么选出来即、這个，咱有去甲拜会。啊，伊主要的秘书，甲咱称呼台湾 ambassador， 就是台湾大使，有水无？确实是无简单啦吼！你也知讲是咱400多人来第一摆，第一摆啦吼！啊，当然毋是安尼就满足，不过表示讲，美国方面对这代志决定拢足清楚，拢足清楚。当然，台湾内部还佫足侪无清楚的啦吼！啊，咱嘛知，但是无要紧，咱一步一步搭，一步一步做。这无清楚的，啊是这不知不觉的，小弟小家个拢无要紧，慢慢伊就清醒啦。啊，咱就惊做证，所以必须来讲，咱是革命先行者，唔是先烈啦吼，咱是惊头前的就对啦吼。啊，做做惊头前较辛苦些块，但是无要紧，过安那辛苦，台湾的代志，台湾的地位，台湾的前途，会当一步一步透甲透开，就是咱上大的成就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咱的希望，咱的寄托嘛是伫这方面啦吼。那么然后，咱德兴兄嘛有去含国务院联系。后来，国务院是行政单位哦。美国的所有的总统那一上任，第一句话拢会甲伊遮的行政人员交代。恁遮的行政人员就是行政的啦吼，那国会迄无算，行政的人员袂使含中华民国这流亡的接触。什么原因？中华民国这个流亡已经无啊，啊，所以美国嘛无承认这个国名，嘛无承认这个政权。目前伫台湾遮，伊只不过代理美国来咧管台湾安尼尔，所以应该讲个正式应该是台湾当局。所以你若个看这个做台湾关系法、台湾关系法内面写个足清楚，台湾 authority 就是台湾当局、台湾当局。伊应该讲个是无政权啊，伊应该讲个是无，唔是一个国家，嘛唔是一个政权的名。所以为这小所在，咱就看得出来。但是咱台湾民政府会当打入去到美国的国务院，就不简单，因为国务院行政单位啦，行政单位，所以咱会当入去，就已经有真大的一个明白的标识啊。啊，所以美国内面。这个行政单位里面，国务院有一个叫做台湾 Coordination Step， 翻作汉文的叫做台湾协调处，啊，就是要协调台湾的代志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本来叫做台湾协调处，无要协调对一国，当然嘛是台湾。这个单位竟然藏在遐近20冬啊呢！原来美国在等人，美国在等人，啊，所以咱莫阁放等伤久啦，对不对？万个红灯，甲无时无当，咱爱赶紧打出来，含伊接触。啊，所以咱一步一步安尼含伊接触。美国这个台湾 coordination step， 看到咱去嘛欢喜个。啊，咱面试一捞出来，台湾 civil government
very good, wonderful， 吼、哦，欢喜个，因为咱正正当当，咱嘛唔免讲安尼偷偷压压，公正大气啊。所以伊无面对咱袂使先，这就是咱咧讲个根据国际法、根据战争法、根据即个国际法合约，一定爱面对个代志。啊，是时间六十几人啊，因为咱台湾人风洗脑，洗到戆车车，洗到怎啊东西南北。唔知影去，因为食安徽他们食六十八档啊嘛，啊边啊食几档的宵夜啊，食到哪东西南北会好势，就是这个因素。哦，所以美国等有关的单位和咱的联系，一步一步安尼一直咧建立起来，甚至国防部，国防部一寡伫华盛顿地区作者只将军啊，什么军一大堆，咱咩事了可以？伊看到哎，台湾西部高人 ，good。Good, wonderful， 真欢喜，因为咱有正当性啦。所以，因美国方面，大家拢知，大家拢知，但是可怜的台湾人唔知安尼尔。哦，所以咱这爱需要搁加强，因为毕竟这么久的时间来，咱所受到教育、所受到传播、所受到的各方面的资讯，拢无要甲你讲这個，安那开无要甲你讲这個，伊惊你知啊。啊，咱也知啊，伊差不多尻川半半，爱赶紧选啊呢，所以嘛开始咧款啊啦，款对对啦，款要去平潭岛，款要去金门马祖，就是安尼啦。啊，所以咱家己爱有信心，这条路绝对正确，这条路绝对要行到到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部分，咱家己真爱有概念吼。刚才我是要让大家知影讲吼，咱四月二五会伫美国。华盛顿 DC 遐开一个记者会，这个所在，这个大楼叫做 National Press Club， 就是国家级的记者俱乐部。啊，最美方那边遐，阮有哪有时间就已经互伊知啊。伊看到咱要去倾听迄台遐，讲哇，啊恁在有好呢？讲搞安那，这个所在唔是阿哥阿妈会当入去办记者会。你若唔是名分无正当，或者是讲的议题唔对，伊无要予你凊彩入去。所以咱正正当当是甲用台湾民政局甲申请，看着马上现予你入去。啊，这个所在伫华盛顿，是所有世界主要的媒体界拢会伫遐，大粒的、细粒的，差不多拢会有伫遐。日本也好，倒一个几乎拢会伫迄带遐。啊，所以咱迄个去到遐，咱也对这国际媒体宣布的。台湾政府正式成立，台湾政府正式要运作，大家全世界拢爱知。知了，来，咱就要甲要求，一步一步要求。恁以后有关台湾的代志，爱和台湾政府联络，安尼有水无？有水无？这就是咱一步一步的步骤，安尼硬咧行，安尼硬咧上。啊，有的人讲，啊，你有较唔较紧呢？我嘛爱较紧呢，现袂当看下晡马上好好坐呗。但是，咱这过程中必须要经过一步一步的这个困扰的艰难的干扰，啊，咱来行通，啊，这一定有啦。你讲完全一困扰就行到到吼，啊，无拢无阻碍吼，你嘛感觉奇怪咧。伊啊，开拢无代无志无风无摇呢，无定啥物危机藏伫内面，所以中间有困难，有无好势的所在，这就是咧甲咱考验，这就是咱值得学习的所在。啊，咱茫惊困难。慢慢行辛苦，嘴硬加嘞，行好行出来，好唔好？好，多谢。OK， 来，安尼个过，我搁变予大家讲一寡即个重要的一寡美感吼。有人讲啊，美国含台湾靠有啥物关系？啊，伊在迄边，啊，咱遮隔一个太平洋，这太平洋看近近啊，飞咧到咧14点钟呢，飞机也飞14点钟呢，捌去过美国个。牙手，参考看卖，哦，这拢知啦吼。迄飞咧到咧，真正时差拢戆车车。我原本即嘛拢飞来飞去哦，啊，但是这14点这么大个所在吼，美国和台湾非常有关联呐。我简单讲，1979年，美国用一个台湾关系法。哎，来啊，这个台湾关系，你若注意甲看。这台湾关系是美国国内法律呢？国内法律，你若讲台湾是一个国家，以美国用一个国内法律来要管另外一个国家，你袂感觉奇怪吗？敢那想讲，
我直接给你吃饭，啊，隔壁迄户常在咧甲我干扰，讲啊，你今仔食啥物菜，配啥物卤卵，甲你干涉，你会感觉奇怪未？就是安尼嘛，因为咱是若讲咱是一个国家，啊，伊也一个国家，是安怎伊会当用国内法来管理台湾的代志？这真大个问号啊！所以大家好好去思考一下吼，这点部分，你若当检讨讲为什么安尼？啊，过来，2004年。美国的国务卿鲍威尔 （Powell） 在北京的大会堂公开讲啊，足清楚，讲中华民国不是国家，嘛无主权，台湾嘛同款。哎，讲这个话出来，遐重咸呢，搁有辣呢哦，搁辣味遐重。为什么中华民国拢无出声？为什么民进党遮嘛拢无出声？拢点啾啾，唔敢出声，什么原因？甚至联合国际遮个国务卿个个拢安尼讲，竟然无人讲话，竟然拢无出来跳来讲，哎、欸，你万只你不要甲讲安尼，我这主管都我是安那，结果拢无，唔敢讲，为什么 ？Why？ 哦，是安那开安尼，过来，美国伫台湾，全世界哈、哦，有17座的 JSTAR control， 就是外太空监测系统，咧控制飞弹。哦，飞弹啊，起来啪一下，很怕落去。这种飞弹，这个 JSTAR control， 全世界有7座啦。台湾几座？藏3座呢？安尼有重要无？家里那重要，所以该藏3座底下。啊，为什么美国会当藏 JSTAR control 来藏到台湾？想看卖？找看答案是啥物原因？吼、哦！啊，佮甚至美国最近去年尔啦。去年在台湾阁设一个 TMD 啦 ，TMD 吼 ，TMD 就是我那一个叫做，一个我那一个反飞弹系统。啊，这个反飞弹系统头即摆 JSTAR control 小寡无共，伊这有攻击的能力诶，攻击能力。啊，伊这种诶吼，伫台湾设诶，这叫做 NMD，NMD 就是国家级诶，伫美国内部有藏4座，藏4座。啊，海外国家。海外地区有藏2座，一座藏伫底，藏伫英国；一座藏伫底，藏台湾。这一座藏咧到咧10几亿个美金呢。啊，是安那卡会当担遮藏？英国迄座，英国人嘛起干咧，英国人咧付钱，啊，美国咧使用。台湾即座同款，台湾即座遮咧付钱，美国咧使用。中华民国也好，任何人拢袂当蒙着。这个飞弹的这个 NMD 吼、哦，是咧反飞弹以外，甚至佫有攻击的能力的。比头先我讲的 JSTAR control 佫较厉害，所以基本上伫台湾内面足侪基重要的这些飞弹基地，清一色拢美国控制掉的，拢美国控制掉，这是非常机密。中国人嘛袂使碰到啦，因为中国人若碰到，明仔载迄边迄个阿爸生就有啊啦。恁知影咧讲啥人啦吼？吼、哦，所以这我那值得咱思考一下。这个部分为什么也当当台湾设这么多这基地？啊，过来，他这么话咧讲，2006年到2009年，为什么台湾人会当当华盛顿 D.C. 去甲各美国、各总统、各国务院拢各参咧？为什么？这嘛是啊，咱好好思考。你今仔日那含某咪人无关无系，敢有可能行伫路人无听哩？甲这个人讲，哎、欸，我要甲你告，迄、那个人一定爱讲你咧起笑，是不是安尼？因为无关无系嘛，啊会当安尼甲告，甚至佫受案，佫每一个案拢有案号伫因内面，足清楚，足清楚，含面有关的吼。啊，这咱咧大家好好去检讨看嘛，去思考看为什么佮会安尼吼。过来2009年的巴巴水灾，莫拉克巴巴水灾，美国的救难的空军迄个飞机，伫即个8月8号嘛，伫8月12号飞入来到小林村，为什么会当安尼？中国讲要入来，结果嘛唔敢来，中国无管理通来。哦，啊这咱有哪好啊？如果小林村。是8月8号水灾，8月9号灭村，规个拢土石流落来，规个拢落关关，规个拢用砍去啊。8月10号，因村民无管法，廿八步条啊，
SOS，SOS SOS 大家知影什么意思啦？吼，救难啊，救救命就对啦。美国的 CNN 电视公司去摄到，搬登去到美国遐，放来到咧，哇！美国开始紧张啊，无救袂使。八月十二，飞机马上入来。迄天的《自由时报》不敢作清楚，恁有机会去再听伊在遐遐报道出来。记者媒体甲中华民国遮问讲：“美国诶，今日救难的飞机要入来，恁敢知？恁的反应啥款？”中华民国遮安怎讲？你敢知？作信息哦，伊讲哦，美国飞机要来，阮唔知啦。伊嘛不敢讲啊，我嘛唔知伊当时要走啦。安尼有心结个，这叫做三步啦，啥物拢唔知就对啦，三步政策啦。为什么美国会当安尼做？哦，这让我来打理咱思考一下吼。过来，2010年，美日本发生三一的大地震，迄足清楚嘛吼，台湾救上济钱个。为什么迄个时阵，美国伫迄个基地，因遐有一个东北区有一个美军的基地，撤退，遮个即个美国的侨民甲韩民，遮同事遮个人要来台湾，海关家己处理呢？因无经过美国、中华民国这个海关呢，直接就从安尼来呢。AIT 穿一个背心，底下咧处理呢。当初咱嘛是有相片来，咱后壁这少年找看有这方面的相片无 ？AIT 亲亲家己底下在遐，在遐咧办海关。你若讲你家己是一个国家，为什么因会当安尼处理 ？Why？ 为什么？哦，这嘛是特登好好思考一下吼，这是2010年的代志，甚至2010年搁一件代志，会搁花，真正花去了，会搁花，大家知啦吼，会搁花是6月29，6月29来用这个也做签署的国共和谈，6月30，美国的第七舰队马上入来到佐亚的军港，作清楚 TVBS 有报。报一摆，啊，得赶紧消音个，唔敢去报。为什么会当安尼？因为6月29国共和谈表示伊无危机啊啦。当初国民党会当来台湾是人道考量啊，人道啦。就是安那呢？伊后壁有土匪要甲台，啊，伊无当面个咧，秘密来到咱岛，你嘛得何必呢？啊，无呢，外口向台来是变成咱有罪过。咱是予伊米呢，啊米即马予伊米也到遮，差不多够开啊。因去签和谈啊，和谈的意思就是无危机啊嘛，人无要甲你抬啊，你会使等伊啊，包括款款的会使等伊啊。所以6月29签了，6月30美国第七舰队马上入来，这时间拢算甲真好势。唔是讲咱现在想讲啊，伊在内面七佗佗的，就要等伊，唔是安尼哦。嘿，有意义在内面哦，这就是 AIT 伫31日。地震的时阵，即美国的侨民也好，也是一寡即个迄个灌输的人要入来，拢伫即个海关家己咧处理，唔免联络啦，唔免联络啦，吼、哦，足清楚呢。即照片是千真万确，唔是咱家己偷翕的呢。啊嘛，你看边啊，上边迄边遐，遐中华民国的伫遐插香啊，伫遐看甲嘴啊鱼鱼安尼啦，啊嘛无法度，因为美国有主张权，有处理权。就是安尼，啊！你若看有当时，你若无注意啊，看伊中外面我甲你骗过，伊就简单甲你报一个，啊，唔爱互你知影上侪内容。啊，你着公车车，因为食安慰他命嘛，你看袂清楚嘛，就是安尼。啊，事实一点一滴拢咧甲咱讲，讲台湾甲美国有相关呢，有相关啦吼。啊，所以说包括头即卖2010年，即个一个发了第七舰队来，毛相片呢 ，TVBS 有报。TVBS 报，好、哦、来少年，甲找看看有这个 TVBS 的这个第七舰队来到佐亚军港迄个新诶迄个片段无吼、哦？所以咱一步一步的工课吼、哦，咱若点一滴小看注意甲看，拢有可有痕迹可查吼、哦。那么过来2011年，2011年，美国一卫星部长，迄个 Christine 啊。迄阵就是发生一件代志，台湾一团的人要去参加 WHA， 唔是 WHO，WHO 是卫星会议吼 ，WHO
啊，伊是 WHA 是 WHO 下骹一个小单位。要入去创啊？要入去坐当边啊旁听尔呢？袂使入去。伊讲啊，你下迄本车咧那摆好着，无人看有啦，迄本袂用着啦。哦，这就是伫这个第七舰队来到做影的文工的照片。咱这拢有事实的真相，所以我咧讲的这一点一滴拢是真相。啊，咱免讲上者其他，嘛免加油加味素，讲原汁原味的真相就好啊。哦，这拢真正事实，这拢真正事。啊，大家可能无注意看，即马恁要上过课的人，恁可能看报纸就足够看，可能会比我较够看，因为恁会用甲分好势。台湾就是台湾，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分的清楚。你若分的清楚啊，你报纸媒体你就看会出伊的作用写伫对的安尼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我头先来讲卫生部长这个代志，当初就是要去参加 WHA。那要你去旁听，坐当边乖乖听尔，袂使。什么原因？这本护照无人承认，无人承认。我按当边一挂中华民国人咧，当边吵到要死啊！到尾啊吼，因咧主任出来讲，来来来，你安尼，恁老话日本的啦、美国啊，是对一个国家的护照，你会当这边。吼啊，其中有挂人真正会迄种别国家的护照，啊，到里面，剩的袂当入去，搁底下闹。那到尾啊，这个卫生部长，美国卫生部长出来开一个记者会，讲个足清楚。伊讲联合国任何一个单位、任何一个机构，袂当决定台湾的地位甲前途。有清楚无？伊其实这个吼，我那唱一首，兼讲一句。伊兼讲啊，讲台湾的代志，伫我美国的手里呐，就安尼呐。啊，为凭什么出来开记者会？咱别个国家出来开？那美国出来开，美国卫生部长亲身出来开记者会，所以为这个状况啊、逻辑啊想起来，足清楚，足清楚，吼、哦。所以咱的一步一步的脚步在走，拢是根据这个国际法来在走。甚至最近2012年，国民党一个林益芳，大家捌听过吼？迄、哦那个是讲咧发落国防的啦。哇！伊就嚣掰个，讲哎，我要登太平岛，用一个飞弹，有无？好、哦，捌看过这个消息？美国 AIT 马上个讲 ，No way！ 你袂使搞白叮当。哎，你敢想看？一个立法委员宣布安尼，啊，美国马上跳出来，甲你美讲袂使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安尼？这就是咱为这小所在一点一滴个看，拢有牵连啦。拢有可能，甚至2007年6月26日，陈水扁先生还搁咧做伊流氓政府的总统，陈东山做总统的秘书长，迄阵 AIT 这个理事长叫做 Stephen Yang， 中文叫杨淑丽，大家捌听过啦吼。这杨淑丽亲亲下三个命令，你别拢拢有，因为迄阵阿扁咧杀公道。大家有印象啦吼，迄阵咧杀公道，好美国企业要害，赶紧下三命令，你比较遐。来，你来听好清楚哦。第一，台湾毋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嘛毋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，你来记记在心。第二，台湾袂用个公道。第三，台湾袂用个化独立。讲个足清楚呢，三句尔呢，三项物件尔。为什么？后来咱来探讨看卖，这个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，甲中华民国一部分，可能大家有概念嘛啦吼。来，为什么袂用公道？哎，偏偏是人，你美国人嘛是人，阮台湾人嘛是人，靠迄个大细很差者，恁会使公道，阮就袂使公道，靠这种道理咧。原来伫内面有文章啦，什么文章？伊甲你问讲，恁台湾两种人呢？两种人呢，诗诗有两种呢。哦，电视广告讲诗诗有两种啊，台湾人嘛两种呢，对两种。第一种本土台湾人，第二种外国人，尤其是中国来较济，所以大部分咱拢有种是中国人。其实诗诗两种，一种本土台湾人，另外一种就是外国人。哦，那么这两种人，这个外国人。伊敢有权利决定你台湾的地位、前途，甲含你的处境？无嘛，无权利嘛。你敢讲你台湾人，你走去美国讲，我要甲你公道你美国的大项代志，
袂使嘛，不可以嘛。后来，那既然是安尼，唔是你本地台湾人，你凭什么条件要来讲公道这个代志？不可以啊！啊，过来，你若要办公道，谁要办？谁会当办？啊，为台湾人讲啊，有得了有一个中华民国选举委员会。后来，啊，你怎样讲中华民国？你要搁叫伊办？无可能嘛！中华民国外来政权，伊凭什么要甲你办台湾的公道？不可以嘛！所以足清楚，所以恁要哪分工？美国人嘛足熟呢，其实观察台湾代志足清楚呢。伊甲你问一句：你要哪判断你是台湾人，啊，唔是台湾人？要哪分？人卖伊佫讲伊嘛是台湾人呢？佫较严重，伊讲邵正辉也是台湾人呢，迄骨灰顶头佫写台湾人安尼呢？听伊咧讲梦噶，啊人迄个胡锦涛讲伊嘛是台湾人，伊嘛这个念台湾，这块所在念到要死，伊讲伊嘛是台湾人，你怎么办？头壳也无写呢，怎么办？后壳嘛无写呢，后来啊咱分别，你把咱考试啊，恁去查恁的户籍成本，1945年9月7日以前，那伫台湾有徛起有户籍的。日本时代毛笔字写的，有无？迄就是本土台湾人啦。安尼有清楚无？因为中国人无户籍呢，中国人因无这个户籍概念的。你看，你再要撤退来台湾，半路有人安怎掠人的？掠来到这，为嘛莫名其妙？一个天讲我走来伫台湾啊，莫名其妙呢？因无户籍观念，因无户籍的物件，因的祖籍嘛乌白写。我正要咧含中国的生意人咧做生意，个家族就讲上海市什么区，啊来什么加油站旁边，安尼，哎、啊、加油站旁边唔知是溪坎还是最高，搞不清楚，哎、啊、就写安尼组织，安尼叫做伊的组织啦。所以中国人对这户籍完全无，所以因家己人口偌济，伊嘛搞不清楚，干那当用摇的尔。所以中国方面是无这个物件，啊台湾先哪开有这个物件？日本伫台湾。50几人，要将近60人，予咱台湾人建构完整的主权、完整的这户籍制度。所以，这就是日本留予台湾人的一个秘密的武器啦。这是真好的秘密武器呢。国际上有一个国籍法，国籍。你若无符合这个国籍，你无可能乌白下着国籍呢。话讲，我就住伫遮足久啊。好，啊无我问你，你去住美国，敢就变美国人？会当安尼袂？袂当嘛！啊，既然安尼，你住伫台湾，你若无照这个国籍来下着国籍，你变来变成是台湾人，袂使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咱有国籍，有一个国籍化国籍，啊，这个国籍要下着，你要符合什么条件？爱有自愿、欢喜、甘愿，吼啊，甚至爱符合这个国际法律、国际法的程度。你莫讲啊，我都唔是住伫啊，我嘛要多强变迄个国籍，袂使呢。啊，嘛要符合当地法律呢。哦，啊，所以台湾人的国籍足清楚，本时代就甲咱写个好写个。所以甚至1945年9月7日以前，这个时代人所留来后代，还是后代，拢是本土台湾人。啊，你来讲，是安那用9月7日，那用8月15日，还是用10月12日？原因是对。日本天皇1945年8月15日。经过收音机录音广播，真正正式投降，迄是宣布。然后9月7日，较含较来伫台湾，含这大陆的中华民国签投降书。9月7日进前，从来台湾中国人走来遮，拢无这个中国人的问题。9月7日过，因为要来受降，所以过因才开始有中国人来。所以咱的户籍的制度，就是用9月7日以前算起标准的本土台湾人，是安尼来。哦，这就是用安尼，做人因每一个细节拢甲你观察甲综合些。啊，等到台湾人一定要用骗甲戆吃吃啦。我咧讲啊，讲食60几吨的安徽他命啊吼，啊个戆吃吃，啊即摆已经有解药啊啦，有解药啊啦吼、哦，有看到国际法律就甲恁解决这个安徽他命解毒啦。啊，解毒了，你哪来到处传呢？唔能够继续公车车去呢。所以讲去遮来咧赶庙公，啊，遮庙公就行行，无怪人家去遮给你爬到头壳顶。
因为台湾人家己做主人袂向做啦。所以伊早话人一寡即个派系讲，迄台湾人哦，别国家的人哦，人皇冠哦，安尼乖乖啦，啊家己管哦，则乖乖，就是咧讲安尼，家己袂向做主人。啊，因为咱一向无即个主权的概念，啊嘛一向无即个国际观，开造成今仔日拢一直迷失伫即个陷阱内面。所以咱来学习，学习国际法，学习国际观念，学习国际的思想，咱含国际较对的对。所以台湾的将来是要走向国际，唔是要干咱关伫即个网啊内面尔。咱要走向国际，变成国际的一分子，国际的一个重要成员啊，好唔？OK， 那么头即摆咧讲啊，讲另外一点，美国讲恁两个话独立，哎，什么原因？独立有个意涵的对，独立的意思就是讲你是一个大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一部分，啊，要甲分哦开，迄叫做独立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问你啊，你是做一国的一部分，啊？你若讲你是中国的一部分哦，啊，你可能死啊，无路通走啦。哦，啊，你若讲美国的一部分哦，可能得一半啦。其实美国唔是，你唔是美国的一部分，美国只不过是甲你占命尔啦。好、哦，咱是日本天皇哦，爱讲个叫做日本天皇。OK， 那么人美国甲你讲个叫做，你袂用个话独立，你会甚至国家讲个叫做，你若讲要独立，会引起战争，是不是？有安尼讲嘛吼、哦？啊，即个一寡即个。无研究的一派的就讲，哦，那战争吼，就是中共要甲你拍，安尼讲有影？中共敢有迄个本事甲你拍？敢有可能？若要看武力吼，咱等一下甲找迄个相片，第七这个啊，做比中国的航空母舰，中国的航空母舰偌济钱买？两千几万就买一台航空母舰，美国迄时几啊十亿呢？一只航空母舰，几啊十亿，干两千几万，两千几万，咱可能轻轻的当买啦。咱来买一只嘛有。问题是，这个航空母舰会战争一辈，会拍一辈。人因当初买来讲，要做海上学校的，对不对？捌安尼讲嘛。啊，即马吼想想的吼，异想天开，甲油擦擦的，油擦擦的吼，啊，佮改一个名，伊只买来叫做瓦良格号，迄叫做瓦良共和嘞。台湾来讲，叫做瓦良共和就对了吼。啊，即马油菜菜想讲，哎，我定油菜菜当来含人相拍。啊，即马就想一个名，讲好这名，哎，用个真有气魄。啊，要对付台湾哦，爱用一个较好个名，讲叫做四郎号。啊，台湾你甲听听，啊，叫做四郎号啦。哦，叫做四郎号啦。啊，即马吼，到尾想想讲，哎，啊，无装大炮嘛袂使嘛，啊，装个了吼。佮换一个名，叫做辽宁号，台湾叫做辽宁号咧。咁真正有法度通拍，哦，航空母舰，美迄个中国迄个航空母舰，迄因遐大港吼，敢若伫500外里远嘛看会到，啊边呐含人拍，美国航空母舰是看袂无啥会到，甚至航空母舰毋是一只的准刷呢，伊爱安怎呢？航空母舰战斗群嘛，对不对？战斗群的意思是堆啊，啊，所以美国的航空母舰哦，这就是了，哦，伊这佮装甲水当当的，哦，啊，顶头无停飞机的啦，这叫做航空母舰。那真正要讲，这叫做观光船呐，观光船呐，吼。啊，人美国的航空母舰一直堆出来，就是20几只到30只，前前后后有巡回舰啊，好，有护卫舰啊，好，下骹佮有航。潜水艇、定水艦，安尼底下咧搞一堆出来，20外只到30只，安尼叫做战斗群呐、啊。啊，中国干阿一只是要含人做啥？甚至美国这种战斗群有几堆、十几堆呢？因为话呐，只做保养，爱搁你咪维修，啊，剩个会当叮当，迄唔只我都能整，对无？啊，无你即马一个塞了，去哦，迄个马铃薯烧倒去怎么办？煞变成袂叮当就袂使，所以伊一定爱有十几队通去做轮替。所以可见伊无本事人甲你拍，伊若拍台湾叫做侵略啦，侵略啦，啊侵略别个国家就引起战争呢。所以你看你823炮战，上高拍拢拍到对的，金门妈祖嘛，对不对？
迄阵啊，老一辈去咧做兵，捌去到金门妈祖，后尾烦恼死。伊上高拍拢拍到遐，唔敢拍来到台湾。为什么？因为金门妈祖是伊家己国家的所在嘛，伊家己的厝要弄个歹，要弄个安啊，要弄个破空嘛，因兜的代志啊。但是台湾唔是伊的所在，所以一旦啊拍来到遮，哎呀，你唔免想要去过节啦，美国马上出手。美国马上出手，哦，所以这就是美国的所在。那么美国跟我们说，你如果发独立会引起战争，就是在说什么？你台湾，我美国费尽心血，为着要来争取，要来过你这个所在，我只在硫磺岛战役，我死几万名的美军，开足些资源，日本兵在那里，有哪几十名，整个都切腹自杀，死了了，没一个留。这里那惨烈的战役，我来顾你台湾。你今仔甲我讲要跳过我这关面去独立去，啊！你甲我美国老大哥当什么东东？问题伫遮啦。所以美国其实内面就甲你讲，你若要发独立，美国要甲你修理哦，因为你这关还未经过伊嘛。哦，所以咱这逻辑概念爱搞清楚啦。啊，唔是讲真正阿强要甲你拍，那迄是拢家己咧吓惊家己以外，啊一寡政党为着要甲你吓你来投票，所以就用安尼啦。所以这个部分，甚至包括我头先咧讲公道的部分，阿边啊咧杀公道，到尾美国气啊要死，讲你是麻烦制造者，有无？英文叫做 troublemaker， 吼，美国总歹听，为什么是安尼？人国际话甲你讲啊，做清楚有红线嘛。就像咧平常时啊开车，红灯就叫你爱停，啊你空偏偏曲曲撞，莫怪人会甲你骂啊！你红灯就照安尼停嘛，车灯较行嘛，是毋是安尼？啊你毋是咧，你单纯变成红灯也曲曲撞，莫怪人讲你是 trouble maker。好、哦，伊迄阵啊佫无看到这本，所以我讲来讲去爱怪虾米人，怪秘书长林志成博士。伊研究这研究上完，啊，若无迄阵会好看，可能伊就了解啊。但是伊最后有看啦，最后去用关的时阵就有看，因迄阵有时间啊啦。啊，其实迄阵佮较早迄阵要好看，伊可能嘛无法度人看，因为佮微调的人太侪咧，尤其是新潮流拢佮微调调，你根本插棒嘛插袂入面。啊，等佮关伫因内面哦，伊看啦，伊读佮真认真。所以到尾讲一句话呐，讲啊，恁免欢喜啦，恁关大经的，啊，我关细经的啦，我关这1.5平，恁关大经的安尼，伊听有啊，伊看有啊。所以然后咱伫几当前，咱有伫美国开记者会，要甲救阿扁，所以阿扁的代志，全台湾，咱是第一个跳出来咧甲救的。到即马为止，咱这个心拢无变，为什么？按水变。台湾囡仔嘛，但只阮是台湾人的代表嘛，咱不应该伫遐去予中国人来咧甲糟蹋。中国人糟蹋伊，就是咧糟蹋咱所有的台湾人嘛。啊，所以咱个球是理所当然。啊，球当个了吼，要用底下囡仔小囡仔来去太参详安尼啦，对唔对？所以基本上咱概念爱正确啦。啊，所以到甲即马为止，咱最近必须得毛看报纸。要要求美国爱搞陈水扁救去美国，因为中国人开始咧甲互食消药啊呢，食咧到底吼，含惊都惊袂好势呢，有恐怖的。所以中国人的斗争文化咱输伊咧。你若看连续剧，什么《甄嬛传》哦，今最近足流行哦，夭寿咧，迄种芦荟纯正的功夫呢，含这小姐这查某的吼，后宫嫔妃。拢芦荟纯正呢，什么香，什么香，安那冲，安那用，我咧咱正学无，咱卖个学这，咱怎么办？咱甲切落开，切落离啦，好无？这就是咱强调要爱拜托大家争取用这个 ID 卡，这身份证，这个身份证，咱是400多张来，第一摆会得台湾人的身份证，有办过野手？哦，大部分拢有，大部分拢有啦。啊，不但你家己办，你也报得食好啊，到处报啊，报你的亲戚朋友爱来这张。这张顶头写什么？台湾 government， 台湾政府的身份证。你平常时下张，你家己去看，顶头写啥？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呢？
好、哦，咱这张是正确的呢，正面、背面、背面写个足清楚呢。会用一个，会用一个。我最近伫台湾，我去玉山银行要去办外汇，啊，就讲爱证件呐、啊，我来这张看，迄小姐看讲，敢有这张呢？我毋捌看过呢，你毋捌看过，你看较详细的啊，就是你毋捌看过，毋知要学你看，好、哦，我就真正认真看。看看哦，赵丽来面问主任呢，问问说讲，这个可以啦，欢喜个，这也用真嘞。咱爱用好惯习，无嘛爱用好习惯，对不对？所以咱爱家己讲，咱才有信心。啊，我甚至伫美国，为东华、为西华要飞去美国东华，因为内面机场拢有那有一个安全检查，我拢会这样。啊，第一摆用的时阵吼，迄个。检查安全的吼，迄个 security guy 看了这张，哦，目睭起大金，眼泪烫呢，一摆甲你读甲足好势，佮现在后壁，哦 ，USM， 佮马上欢迎你过安尼呢，会用一，唔是袂用一，所以咱家己要有信心，咱这全部要证明啥？证明你是堂堂正正的台湾人啦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这张。才会当证明你是台湾人啊！无你来写咱遐头顶悬呢，我是台湾人安尼，唔免安尼，咱用这张，在国际上行会通。啊，一步一步来打，咱会愈来愈水。因为台湾政府甲既然为民政府跳起来到台湾政府啊，美方一步一步来甲咱安排。今仔日咱若无国际上甲咱支援，咱无遐搞，甚至咱个数。你大家想告诉敢那简单哦，啊，得送来送去。你哪知啊？告诉迄物件是一塔拢落落长，啊，拢滚啊十塔呢。迄律师啊是法官，读到目睭拢要拖汤去啊！真正爱辛苦，一日安尼读，读到真辛苦。咱有遐侪资料，一部分美国咧给咱呐。若无美国解密给咱，咱无遐搞。咱从食到安徽他们食遐久啊，拢公车车去啊。你变哪会当知影？干那咱是台湾人，还是中国人？咱么混袂好势啊？看有严重无？这是我那差不多几啊级的，强要轻轻病去啊呢？啊是为什么开安尼？就是因为人长期甲你偷嘛。媒体也好，学校教育拢唔互你知影真相，这就是问题者。所以咱今仔日会当下着这个新闻证，第一步。哦啊！推广予搁较侪人来食好到少，无都无人知。美国方面甲咱要求呐，恁这个身份证赶紧嘞，予台湾人赶紧咱办落起来。啊，起头因嘛想讲可能会足紧，因台湾人讲拢足爱台湾嘛，有爱台湾无？有爱无？有啊、哦！啊，办咧个拢里里落落呢，怎么回事啊？呢哦，是安那开安尼？大家还佫无信心呢？无信心啦，所以有人伫外口讲，哇，啊人遐嘛有一百块呢，啊嘛有三百块诶，啊嘛五百块一张诶，我讲五十块卖做一，问题是咱这张爱做诶过程是安怎做？咱是送去资料款好，送去美国，美国国防部就是 USMG 指定一个所在，甲咱做这张卡，放这个晶片，后壁阁有晶片，放好了，还阁寄转来到 AIT。AIT 甲叫咱去领出来，这个过程是安尼啦。所以咱收一千块足合理个啦。中华民国收偌济？千六呢？一本号就千六块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卡搁再一寡入位甲强强个了，煞变成改来最近讲要改千三。咱一千尔嘞，伊搁赚三四百块嘞呢？啊，有良心无？因遐足无良心个，迄心肝有够薄伊安尼。啊，咱这一千块，老实讲，足济成本伫因内面。民政府啊，台湾政府无用这个赚钱，纯粹拢是要服务本土台湾人。啊，所以阮伫纽约时，嘛有一挂乡亲吼，海外遮个乡亲讲，啊，恁收这吼、個，一千块吼，伤贵啦，看会当卖收袂啦。我喏头壳我那摸咧收吼，我这都有了有成本，啊嘛有费用，啊要卖收怎么办？我到尾甲讲咧，啊不安尼。我和你参详一下，你讲卖收吼，嘛是一个真好的办法啦。无安尼，你去招较侪人来办，啊，这费用拢你来出啦，好唔好？我一日听一下，我惊到要死，阮坐来，因为阮都有成本啊，总不可能讲无收费用啊。所以大家体谅，这物件咧做的过程，
咱照起工安尼做，啊，收这个钱，唔是要甲你傲慢，咱是照起工安尼做。所以这部分一步一步啊打，一步一步啊做。我相信台湾政府那就开始出来，咱国际上宣示了到底，向国际上宣布，内到底咱后边一步做会愈来愈清楚，愈来愈明显。因为美国伫遐咧激动袂调啊！我等你足久啊呢，啊恁干呐骂西，袂讲拢安尼行行怎么一回事啊呢？伊嘛受不了，因为台湾的代志都是亚洲代志，亚洲的代志都是国际事务的大代志。因为台湾处伫什么所在？处伫这个锁匙口。亚洲的地图你若掀起来看，台湾都是中心点，这个点若影响到。顶头的日本、韩国、越南的菲律宾、澳大利亚，这全部拢受影响，安尼有厉害无？咱就是有这个优势伫遮，所以咱来争取咱的优势，争取咱的好的所在，咱来行出一条路，行予台湾人更加健康、更加有未来啦，好无？时间敢那好像到十二点的款啦吼，啊，我唔知够阿未，差不多啦吼，安尼茫交叉着大家食饭的时间，啊，不过我要拜托大家。咱嘴巾家咧，一步一步倒出来，总是台湾的咯，靠大家。因为一个人讲哦，我都嘛讲着，讲啊拢烧声咧，怎么办？爱靠恁大家，有哪站出来倒宣传、倒广播？因为一个人讲，唔达咧十个人讲，十个人讲唔达咧一百个人讲，所以靠大家力，每一个人拢足重要，每一个人的角色拢非常非常需要。我敢那讲，这架飞机。那减一个小粒螺丝嘛，袂费劲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管大粒螺丝、小粒螺丝，拢非常重要。啊，唔能家己讲啊，我都无虾米分量，啊，我都按哪都无啦。任何角度、任何你做嘅工作，拢非常重要。唔能看轻家己，你也甲家己讲，我足重要，我爱做我会发挥嘅所在。哦，安尼靠我都能甲代志一直杀，一直往前走。所以我期待咱这摆记者会呐，用较好势了，咱一步一步愈来愈明显，台湾的前途会愈来愈水，愈来愈有希望啦，对唔对？好，安尼感谢大家，希望大家继续努力，继续拍拼，最近搞完，咱干阿剩一项，坚持、坚持、再坚持，好唔好？感谢大家，多谢努力，大家去。